人经过啦。没事，你放心啦。哼，活该！屁的！如何？今天我袭击了一对情侣，阿文两对，伯君四对，做得很好。你们要贯彻组织的意志，精准执行任务。首领，我在想，我每天这样袭击情侣，真的有意义吗？我总觉得那些女生很可怜。洋葱，住嘴！洋葱，我从小经历过无数次失恋，直到踏入社会才明白那些机会永远不属于我。因此，我集结了与我有相同处境的人类对社会复仇。你别忘了，当年是我从失恋的低潮中救了你。是，谢谢首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可是把你当兄弟，我期待你能做得更好，像伯君那样完美的肥宅样，不是很酷吗？是。洋葱，你是洋葱啊？你是谁？你怎么认识我？洋葱，我找你找好久。为什么你要找我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洋葱，我是你大学时期的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三年了。大四时你突然消失了，没想到你最近加入了常上新闻的卤蛇组织。靠，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啊，不可能，我的记忆中连女生的手都没碰过的，为什么？洋葱，看来你被篡改记忆了吧。我和你是在拍拖上认识的，这个 APP 男女比1:1，配对率台湾最高，还可以升级 VIP， 增加条件的筛选，加速配对。当初就是我右滑喜欢你，你开通 VIP 直接看到我的档案，遇见了我。你忘记了吗？你看，我还留着当初我们相遇的证据，这样你相信了吧？你被组织的人骗了。什么？莫非我被红杰骗了？难怪我觉得我跟他们格格不入，我明明很帅。是我将你洗脑的，本来我以为我们永远会是好伙伴呢。既然你知道真相，只能将你灭口了。大家上！原来一直都不是一个人，我很受女生欢迎，我跟那些负面的乳蛇完全是不同世界的人。啊！大家都被他的光净化了。不要小看我，你这叛徒洋葱，去死吧！吃我这一招，终极闪光！婷婷，祝你和你现任男友幸福，我走了。洋葱，答应我，你要靠着拍拖的 VIP 功能东山再起，我会去参加你的婚礼的。520是个说爱的季节，用拍拖跟心上人在520说声我爱你吧。我会的，我等等就去下载。啊，好多女生。